大家好，我是小林，欢迎收看均匀园艺。蓝根是吸收和贮存养分以及水分的器官，根状才能更好的吸收水分养分，以供应蓝叶，促进叶片高效的进行光合作用，从而生长营养物质。想达到这种壮根的效果，不妨用两料，好用还不花钱，根用它们养，肥壮长势更旺。一、骨壳炭。 骨壳炭是稻壳经过闷烧时蔚然进而留下的黑色碳状物，它不仅有优良的透气性、吸水性，还疏松无菌。兰株用它养，不易发生病虫害。而且骨壳炭含有丰富的磷、钙、钾等营养元素，磷钾素不但促进新根组织的生长，而且还能延长根系的寿命，壮根又养根。需要注意的是， 刚烧好的骨壳炭呈弱碱性，所以需要放置多日后才能使用，直接和其他植料混合即可用。二、专利，专利气孔多，吸水透气性强，排水快，蓝根不容易发黑。由于如今轻砖难见，所以一般常用的专利是红专利。使用之前需要稍作处理，处理技巧很简单，将专利放水中浸泡几天，期间每日换一次水，并往水中滴一些食醋，用以中和其碱性， 并且除去红砖内含的火气，处理完即可使用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记得订阅关注哦，下期再见。